Penguin has just published Julia Lovell's new translation of works by Lu Xun. The famous author's grandson was recently in Beijing for the launch of the book, and Danwei had a quick chat with him. 很多人都介绍我是鲁迅的孙子，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称呼，因为北京人说那是孙子，这有点骂人。我更喜欢讲的就是我的父亲的父亲是鲁迅。周老师，非常感谢参加我们的节目。当代中国的青年，为什么还要看鲁迅的作品？你父亲的父亲？这件事情呢，应该从两个角度上来谈。因为现在呢，从这个中国的历史上面，现代文学，最著名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应该这个被社会公认的是鲁迅。所以孩子们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在学习中语文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了解他的历史、文化历史、文学历史。那么了解鲁迅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那从第二个层面上面来讲呢，鲁迅的精神，不管是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还是文化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人的精神这个层面上面来讲，鲁迅的精神是现在当代中国人所需要的。在当代的中国和当代的世界，他的精神还有相当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现实意义。所以我们认为，我经常在做这个，也就是现在在做这个鲁迅的普及和传播的工作。我们认为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有现实意义，因此孩子们应该去学。您觉得他对中国的文学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觉得他对于中国的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说，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和需要做独立思考，也就是作为一个人，他不能够像过去封建社会里面一个人，中国人只能做奴隶，只能做这个君王的这个臣民。他希望中国人成为现代人。那么现代人最大的意义就是说，你当家做主人，你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有你的思想和人的价值。鲁迅实际上对于我们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说他要解放中国的这些麻木的中国人，这是他最大的贡献。那么外国人，老外为什么应该看鲁迅的作品呢？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大的研究因为我是一个做普及和传播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工作者。那么从学术和这个研究方面，我实际上对东西方的文化研究的并不多，我只能讲我们的感觉。我觉得外国人要了解中国，可能要比较全面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话，鲁迅一定是绕不开的。这是从一个史的角度上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鲁迅讲了很多真话。就鲁迅的小说里面，他的很多的文章里面，对当时的社会、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他提出了非常尖锐的观点，而且是讲的是心里话，是真话。那么通过看中国的这个很多作品，特别是鲁迅当时这个在那个30年代的这个作品，可以了解通过鲁迅的当时对于30年代的批评和他的描述，可以了解当时中国的现状，可以了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可以了解中国人的特性。我觉得在梳理的过程当中是很有帮助。您觉得中国现在还有阿 Q 吗？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这个专家学者也好，这个文化领域的很多的朋友们都认为，鲁迅笔下当时的那些对于国民性的那些描述，那些问题现在依然在中国大大的存在，而非常多。因此呢，鲁迅实际在应该是说他的很多作品现在还活在人民的心目当中，也正是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原因。